吗？你看我吧，一五二零二零二零的我这边什么三包？七包，来五包，五包，还有两千。我打给新旺你好不好？那个什么呀？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名？阿叔三名，今天阿成厝做重要代志，先同意你后边，然后我同我爸爸去。好，感谢你姐。来，这最后这包一包送你啊，一包无啊，剩一包一百块，其他你要一个一包。来，你阿平阿婆先阿一个一百块。来，好，阿叔三名，今天阿麻烦你啊。来，阿姐好啊，阿那2350。哦，好，麻烦。哦，啊，对，迄个350。来，这上面啊，干啥物啊？牛排敢有要吃？我去卖面姜哦。来，牛排要吃大，你要偌济？1000啊，偌济？吃袂了，你卖面姜。这一袋了200，你看要几袋拢无要紧。两片来400，你也有人，你就讲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安尼就好，无啥物代志，像阿豪安尼没什么事，我拢爱合适一个啦吼。来，好啊，我开始来发好无？我开始来叫卖了啊。来，我都卖偌济，我尽量卖啦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敢有要点菜？切吧。先放起来。这老阿没有票，但是老阿你有名单呢。毛病毛病，今天还无一条，大概一路坐。毛病毛病是，啊，交费毛病啊，你来用我嘞，吼。来，那个帝王蟹棒上面只系300了，好不好？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你好不？四条、五条，好不？六条，好不？七条，好不？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二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300了，300。来，最后这100了，要只有剩这5条100了。100，拢来，谢谢，四包，谢谢啊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来，这样别爱抢这个，来。啊，你等那个箱子再给我们。我带个皮仔大卡哦，免，你起来了，带个皮仔大卡了，来，过来要吃什么？来，我先来包啊。啊，这个怎么卖？400了啊，来，阿平，你听我指令，你莫物件哦，来，400了，收到啊，你老老弟又讲遐一个啦，来，过来要吃什么？这个。那一包，一包一包，你要几包？一包一斤20条，100了哇，100，不要勉强哦。我来包给，没关系啊。来，我来叫卖哇，我来叫卖，听我讲，来，听我指令哇，卖多少钱哇？来，谢谢。来，你搞哪要食白带鱼？这白带当然用煎的就好啊，吼，来。想要食肥大的人家，唔免让你开一千开800，这大地，这外口一摆就4-500，啊！你先给钱的先赢300，有人要吃无？开钱。啊，收钱好啊！我叫你收钱啊！我要其他要有人陪我上。好，我做会到，我今日尽量帮你我上的到。来，来这个你。300个有人要吃无？啊，八毛钱三个，八毛钱三个，也是的。这个上面，这个上面。这个哩，这个哩，这个哩哦，来大点只啊！我哩那小啊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这个哩，这个哩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300个两要只啊！我300个，你来搞买300，我这卖买了送你啊！这个哩啊，这个哩啊，只要送啊，这拢来啊！你那上少啊，我哩来包过300，几个？300个两要只肥大的无？拢有啊吗？有我就死我哦，来谢谢。来，你看我要吃啥物，你甲点来，我来给我无。爱吃啥？啥物？来，迄个阿明，我来讲吼，你听我的指令啦，我来好，来这里给我提起。来，拢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。啊，这我先介绍一个这吼，这真正好食个熟哦，哦，真正好食个熟，啊，恁听我介绍，伊这叫港式萝卜糕，咩？迄个广式瘦肉粥啦。啊，这当然用我烧了做好食的，吼！啊，你试食看卖，这免让你开300二啊，吼，买着大概拢好落哦，100落，来100个送你，来100落啊，广式瘦肉粽，100落，来100，广式瘦肉粽100两块钱，一个来，看我这，注意我，吼，100落啊，100还有要吃吗？广式瘦肉粽，100落，拢有啊，吼，谢谢。美女，你要吃小，你要吃小雪哦，小雪你帮我点点，你别卡上。今天我们今天讨论今天好几个大户都有来哦，台北的、桃园的，进了，进了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你在讲呀？这个我忘记了。没有，这双很漂亮。有人要吃这蟹蛋蒜鱼不？这蟹蛋蒜鱼这当用煎的就好啊。
啊，今麦世界出来唔代志，啊，今早嘛来拢变做大币，应该是潜力股。我们这股，我们吹中国拢会涨。来，想要食出来的，唔免500块，唔免让你加400块、300了。你搞买300，再全部拢送互你食。300了，来300块。快起来！来300了，来300块，两杯酒。小鳕鱼，这两公变出来。快起来！来谢谢，再个送你，再个送你。来300块，两杯酒，小鳕鱼哦，300块。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来感谢你，你也辛苦了。哎，那你还有几份给我？还有3份了呢。哎，你又忘了？哎，美女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来，啊，我还分几袋啊，无你也袂晓买走。900块收一个，900。来，先生。给我带这个。好，非常谢谢。来，阿哥来，边个上？我去分的。来，阿边，我来讲讲你欠面的我。啊，我今日做一搞，我就甲好好上个汤。来，你想什么话？好，来。你若要食啥物高档的，啥拢来我讲。来，你帮我收住，谢谢。然后，若要食这花枝牌无？这都用煎的就好啊，这一包内底有10袋哦，这几个内底用飞机。你不管要煎也好啊，要煎也好啊，酥酥啊、糯糯啊、芳芳啊，真正好食。一包卖讲200，两包卖讲400，唔免400、300，一瓶5个就好，100了。来100块了，花枝牌100块了，来100块了啊。来，来，来，大声一点嘛，惊歹势哦。100块两要食哦，100块。花枝牌100块尔，拢有啊吼。谢谢，来阿明你也收起。来，再来要食啥物？到人要食迄个港式萝卜糕。萝卜糕有人要食无？啊，这你要食啥？甲我讲啊。哦，日式鸡腿块，日式鸡腿块，上下底吼，你要甲刷一下。啊，这敢好食？我找出来产品应该无你失望啊！哦，这家找出来产品哦，大家有目共睹，真正足侪人去甲我学落去啦吼。不是讲，不是俄罗斯啊，俄罗斯商品啊，不是俄罗斯啊，我无厉害啊，物件你厉害啊，这个那什么的，啊，无你方便些。有人要食日式鸡腿块无？这等下哦，咱唔管要煎，唔管要煮，拢好食吼。这啊，规拢鸡腿吧，好食歹食，你卖甲别个去落啊。这一包啊，外口煎了几下，我200-500，唔免让你开500，300了好无？这300的收济无？一包搁送你，一包搁300块好来，还要一个哦。来300块两杯，你要八？铁沙发吗？沙发，沙发的四方沙发，300块两杯起来无？搁一个，这是要求好些哦，搁一个啊。你让我讲，要无我唔知。沙发，最后一个沙发两杯也无啊。对，我甲你讲句者，你唔好买过，你试看卖啊无？人个钱啊买食食过来，迄有原因的啦。150两个人陪你搞试食看卖，150了。来，谢谢。最后一个150无？来，收收钱包，谢谢。来，过来，你们吃啥？到我家这边。来，讲完要吃200了啊，阿妹你也吃。那啥物楼？阿姐，你要订鱼了？来，讲完过来咩啊？好，谢谢。啊啊好，你好，好，下家刚刚有讲完，你要三包。好。大哥有无？你要三包啦。对啊。我要三包。13。13。来，你要不给我包了？叫大哥变两包。13跟三。啊，大哥变两包，咱们吃三包。无啊，弄个饼了，我煮面了。5包、6包、7包、8包、9包、10包、11包、12包、12包。来帮你倒起去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包多好。来，五斤去了。来，你看这，你看这，来，来5包、6包、7包、8包、9包，好啦。1000、1000、1000。9包，1000、1000、1000、1300咧贵啊，来。1300是袂重哦，美女，一重的哦，一重的咧找6包，哎，1包的必须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来。第一下我甲你订，来我帮你。来，搁来买个啥物？这盘本来是啥物？啊，黑金啊，黑金袂了啊。啥物鸡腿排？之前个十地人排哦，足久就无买啊啦。来，搁来买食啥物？鲑鱼汤好，我随来，搁有买个啥？来，无我家己来买好不好？台式咸猪鸡，第二箱。
来，台式咸猪鸡拢无啊，三包鸡也无变啦，美女你要几包？两包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两包，你要两包，两包嘞。希望有人要来无？希望。你也先客哦，无我待下无时间甲客哦。来啊，个来要食啥物，甲刷过来咯。啊，甲刷过来咯，没事的啊。来，迄个阿明，来个来要啥物？牛腩啥物，够有人要食？蒜鱼、鲑鱼，够有人要食？鲑鱼啊，鲑鱼够可以。啊，这鲑鱼500的，先坐无？来，来，一个要500，你看看半钱啊。这鲑鱼这大块哦，这一块卖500，两块卖500，三块你买袂着啊，四块哦，你好不好？来，这块够你5块，来500了。来500，够有要食鲑鱼的无？500块，你买一只。来500，够有要食是迄个鲑鱼无？300，最后一个上面食300块了。300块有人要食无？好，不要讲。那个是啥物？麻烦你一下，谢谢。300拢有啊，吼。谢谢，阿你我收起来了。来，恁到底够有要食啥？来，你客，我想看卖吼。来，来，迄、那个，你客一包鸭肉，让我备好。来，谢谢。你点什么主意哦？有人要食鸭肉丸无？你当下甲煮汤、煮面、煮火锅，你来一些卤肉丸。我甲你麻烦一件代志，你去后我是先忙起来，我是要甲白白，我无其他人要白白啦。卤肉丸，帮我忙起来，我注意啊，帮我听下，你记袂落啊，一家记袂落啊。来，有人要食鸭肉丸，300二啊五片哦，200有人要食鸭肉丸无？200块了。无啦，后壁七千块忙起来，我要甲白白，我要先甲白白。来，我来讲啊，唔免200啊，100有人要食无？100块鸭肉丸。100块，我有人要食鸭肉丸来，谢谢，来美女，感谢你啊，谢谢。来，100了，来，我给我。